好了的，说话说话的。当时我要买下这一片岛，把东面给他建一个超大的娱乐广场，西面给他建一个豪华的娱乐中心。松下先生，我们所有的钱买倒了，就没有钱盖娱乐场了，怎么办？没钱可以去建嘛。太君，叫松下先生。松下太君，就像这种，这个是我们日本历史学家研究多年的成果。日本族谱，原来我们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代，我这是跟我爷爷的抢土地呀！这有悖我日本大武士道的精神，大逆不道，大逆不道啊！我是个俗人。来看一条最新消息，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日本邮政改革和金融事务担当大臣松下忠阳昨天下午5点左右在家中倒下，被送到医院不久后死亡，享年73岁。日本媒体援引警方的话称，松下可能死于自杀，目前松下的死因正在调查当中。松下毕业于京都大学农学部，1993年受自民党推荐首次当选众议员，后加入国民新党，曾在鸠山内阁中担任经济产业副大臣，今年6月出任邮政改革和金融事务担当大臣。